你现在要计测哦？我不知道你警察都来、啊，你要计测是不是？这么流氓，那就计测啊！男子面对警方问话，似乎有点答非所问，接着伸手挥开远景的手，情绪似乎有点激动，下一秒还动手攻击。吊销驾照，上课上道安讲习，然后罚18万。情绪好失控，把远景身上的逆路器打掉。事发在23号晚上11点多，27岁李姓驾驶行经基隆麦金路乐利三街口，擦撞护栏，结果没停下来，又继续往前开，再度自撞。警方获报前往现场，就闻到驾驶散发酒气，而且精神好恍惚。他不仅不配合酒测，远景说明要吊销驾照、罚款，还失控攻击。最后只好强制带驾驶去医院抽血检验，结果发现他不止酒驾，还是阳性确诊者。分局长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措施，进行环境清消，8名处理案件过程中有接触同仁，当天免除勤务，规划休假，在家自主管理，后续等快筛及 PCR 检测阴性，再返回工作岗位。警方也通知到场协助的脱掉业者加强自主健康管理。原本第一时间在车祸现场查验驾驶身份时，只知道对方是自主健康管理者，原来驾驶早在22号就被通知 PCR 阳性确诊，却没收到隔离通知。确诊者越来越多，防疫体系无法负荷，也造成民众一个不小心就变成确诊者。 TVBS 新闻刘新奎、廖子盼基隆采访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